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张钓鱼高手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还有高达14次的中奖机会哟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。来看一下这次的尾数是32号，号码是0289200320032，0289200032。来，玩法说明非常简单，任意比赛中，若您的鱼数字大于对手的鱼，即得该比赛对应之奖金，不可跨比赛兑奖。好，马上来开锅吧！哇，它总共有10局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那这边是您的鱼，这是对手鱼，这里就是奖金。来，马上来开锅，还蛮喜欢这款游戏的，希望可以中奖啦！来，先来刮第一局，您的鱼是多少？比赛一。13，也许可以放大一点哦。对，放大一点比较清楚。您的鱼是13，对手的鱼嘞14，哇，没中。来看第二局，第二局比赛二。哦，不错哦，蛮大的。您的鱼28，哇，对手31，没中。好，继续来看第三局，您的鱼19，对手23，还是没中。来，第四局。26，对手30，还是没有。第五局，您的鱼12，哦，好少啊！对手鱼18，果然没有。来，已经玩5局了，开5局，已经花掉100块了。来，第六局比赛六，15。对手嘞，17，还是没有啊。来，没关系，还有4局的机会。比赛七，你的鱼30，对手来个少一点的好不好？对手的34，啊，对手34啊。来，第八局，你的鱼14。对手15，来继续看第九局，比赛九，你的鱼是21，对手是27，没有。来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了，第十局了，相信大家其实已经知道结果了啊。来第十局，要把它刮完。您的鱼20，对手是21啊，没错，这一张公益了啊。刚开始刮的时候嘞，一开始刮到这个 V， 想说会不会是 FIV， 哇，看到 I， 心里暗爽了一下，想说喂，这张中500，结果嘞，现在看到了 P 啊，哦，看到 P 就知道这张乌龟了啊，所以这张的乌龟代码就是PIV 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乌龟啊，又一张钓龟高手啊，钓鱼高手又变成钓龟高手了。哎，下次如果出钓龟高手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发哥就中奖，中大奖，中头奖了，对不对？就中到这个头奖200万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出什么钓鱼高手了，来一个钓龟高手。好，开玩笑的啦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钓鱼高手刮刮乐，尾数32号。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的公益，请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